一时变冰啊，头死了，看这个能不能变。妈呀，我就害怕你给我炸掉，变不了，失败。一时变冰啊，变。干杯。今天给你们来个不一样的变法啊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倒进杯子里。哎呦我去！我不让你变冰，你变啥冰呢？给我变成冰块了，真的是！哎呀妈！我本来是要把水倒进去，然后再放这个石头，石头放进去之后就会变冰，然后失败，不要算计了。太凉了，现在再来一个滴水变冰啊。这是黄色的。看能不能成功啊。来。哇，成功了。呀呀呀呀呀。今天看可乐能不能变冰啊！妈呀！看啊！妈！这是冰吗？变成沙冰了。打嗝了。今天来自一些不一样的爆彩啊！不知道做什么，我随便来霍霍。先来个碗，水晶。真漂亮，这冰箱什么情况呢？拿出来都全部都化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速度脱模，这么快的，然后呢，再进行变冰啊！不要给我掉链子啊，乖乖啊，那个啊，看好啊，
变！真的变了，只是说不那个。继续吃吧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哎呦太惨了，衣服全湿了，哎呦我去，啊，气死我了，八点开播，今天晚上免费送到，赶紧来啊，今天来个大瓶可乐啊，看看能不能成功啊，没有成功的话不要升级啊。还是会流啊，还是会流啊！好，他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怎么办呢？今天这个啊，应该成功没有问题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硬呢？哎呦，哎呀妈！啊！实在没什么可拍的，洗澡盆都拿出来，来倒。这个白香果是真够浓的啊！尝一下看怎么样？正宗，配点大米饭。看来啊，这个是，哎，不要摔坏啊！我们一定要成功。哎，下个作品造吧，老铁们。Hello， 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口味啊，白香。这边呢，火龙果，这两个呢加在一起，什么口味？你们猜猜？呀！然后我替你们猜一下啊，挺好吃的，真的挺好吃的。